数一二三，你别再闹了！你再闹，我就给你一击！男女主角性别互换，超搞笑的经典喜剧剧情，让这部小成本制作一举打败成龙的好莱坞大片和刘德华、甄子丹重拍的经典港片，以13.6亿票房拿下大陆黄金周电影票房冠军。 不过太搞笑，竟然也有问题。传出有一名中年男子在观赏这部电影时，竟然笑出心脏病。他当时是在那个影院头就看着就已经就是身体不适了嘛，还是出开玩了之后。他家属出来说的，他就有点身体不舒服，不是。然后他们家属就到医院了。而大陆的元老级网红 Papi 酱也将献出自己的荧幕处女秀，上演一场奇妙的人鬼大战。人才会流汗，鬼是不会的。 其实我是被淹死的。你呢？小弟是热死的。从僵尸到吸血鬼，甚至红衣老女孩，剧情融入许多经典鬼片。金马影后吴君如手执导筒，搭配陈可辛监制和网红 Papi 酱的华丽阵容，果然让电影未演先轰动。记者唐玉泉报道。